Kein Anschluss unter dieser Nummer.
这样游戏就当掉，换歌换太快也不行。
ただ恋に乗って広がるロジカル上限パーソナル。
卷。
果然一个一趴，手指太肥了。敲到旁边那个键。那个了一下，我还没排到了。还变速哦，新歌真的是全部该编欸，这首才十二等，这首才十二等，难成这样？没有啊，160啊，160啊，为什么我刚刚觉得中间变速了 ？Hello， Kira Kira Toki Toki， 午安哦。之前开台
开台打 rank， 总觉得有些某些国家的人会看我实况，然后等我边哥。前两天我就关台自己打，应该说我就没开台自己打，全部输掉了。像昨天打九场只赢一场，积分全部吐出去，打到怀疑人生。觉得寂寞啦，就现在越来越多奇奇怪的东西在路上晃了。小号啊，还有什么有的没的一大堆，光是小号就很多。遇到小号真的该怎么说？我是觉得在浪费时间。边哥啦，边哥是让我觉得有点不爽。虽然条件好像没有什么变，但是我会觉得很不高兴。就五首歌而已，还要等我边。就是实质上，或许实质上不能说没差别。但是说怎么样的差别，好像也没大到哪里去。但是我就觉得不公平，我就觉得不公平啊！就是你直接，我宁愿你直接把我两手一百趴把我扫地回家，我也不想要你看我边歌，然后你再选歌。真的是两手一百趴把我扫地回家 ，OK？ 这个实力差距，这个我是很有自觉的。就是我心难接受，但是，哎，看我边哥，就是觉得不高兴，就是觉得不高兴。有时候，因为我已经看不太懂英文了，但是你硬是要留言把我呛的，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得懂欸。Shining on the moon, the city lights away. Standing all around the station, there's not a way. There's no more rooms, nothing's in your way. 这两天我已经送两个人上去钻石了，其中一个人我还送他上去两次，真的是不要气死我哎。然后昨天晚上打两手一百趴，我都没有赢哦。打了两手一百趴都没有赢。想说这些人奇怪，是平常不打还是怎么样？
真的是两天打完，我再也不想晚上打了，打起来感觉不太好。真的，100%没赢就算了，还不止一次，真的气到弹出来。一两个小时内，100%没赢可以发生两次左右，真的觉得太夸张，觉得歌单在搞啊，要打准了。对面也在搞，99.9都不到，有点惨欸，真的是突然变得不太会玩。
然后白金一的歌单啦、啊，真的是让我气死。昨天还前天吧，白金一开出来哦，整排紫色的不打紧，只有一首不是紫色十五星。白金一耶，不是钻石一耶。然后你看，又有这种被聊天被那个 bot ban 掉的，这样我就觉得开始聊天是有鬼了。聊天室已经设定得很松了，你还能被 bot ban 掉。
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，这个可以被 bot 编掉的。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，一进来就可以被编。我是觉得最近100%没有比较少，但是就是一直输。目前想得到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四 B 的速度太快了，所以如果在四 B、六 B、八 B 之间切来切去，有时候准头会就这样不见，会就这样失去准度。因为一个6.0啊，一个才5.5、5.4，差蛮多的。My dream。因为到上面我就不喜欢打6B，我6B极限大概到14，SC 都算的话14，所以到上面都排8B和4B。阴霾讯其实我在 PSP 上的时候刚遇到这首歌还蛮喜欢的，还蛮喜欢。后来就还好，但就是怎么说，没那么喜欢但也不讨厌。崩山的深渊开了。
我刚刚要讲什么忘记了。想到一个话题，但是忘记了。也不是封山，也不是什么，忘了。我打崩山的时候啦，可能礼拜二或礼拜五、欸，对，有一个外国人就非常友善，艾尔登环什么东西？八十八十，因为他那个比较友善的外国人，他是看我玩崩山，然后有时候跟我聊一下原，就是问我你们玩原神啊，米哈游怎样怎样啊。他至少還有翻译过，所以我可以原谅他用简体字。他已经尽力了，看得出来，就不要太为难人家了。这个改天应该可以把它打100%啦，这首歌。这首也是新的啊，哦对，我想到了那个话题。就是 S4 嘛，这一季。官方有说会。就是尽量出。玩家已经玩过的歌单这样子，比较少会出现那种完全没有打过的歌或谱面，零，体感零，一样多。
趴，我的100趴。就觉得，尤其在新的 DLC 出了之后，那个 B2 的 DLC， 满街都是，真的是妈满街都是，受不了。B2 的整体上来说，真的比以往的难度都还要高。一方面可能是普遍比较鲜艳一些，跟那种传统普遍比较有别的地方，像刚打的那个第一手12等的那个吧，哦，那个12等真的叫我很难接受，因为真的那个普遍形状蛮不好打的。还有一点让我比较受不了的是那个退堆系统，那个白金一吼配到钻石四就算了，就真的是算了啦。我白金二都还配到钻石四是怎样？你怎么这么惨啊？我都已经送了好几个人上去钻石了，为什么我白金二还要排到钻石四啊？越讲越气。然后我在考钻石考试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啊一样，还有什么？然后别人在考钻石考试的时候，就可以排掉这个白金二啊。我在考钻石考试的时候，就是排到钻石啦。
玩脱了，抱歉。真的是讲到最气的地方。不管现在寂寞遇到 Butter 就跳了，不用跟 Butter 拼输拼赢就好，不用拼输。不是 over me 哦。今天结束的点可能就是遇到活人，遇到活人可能就会考虑结束了。这首好像有一段很不容易耶。我忘记是哪一段了。
刚刚那一段。哎呦，活人哦！看来该结束了，看来该结束了。Bamboo on Bamboo， 哈喽一雪，什么叫神经刀？第一跟第八都能出现啊！我今天看到很多很奇怪了，今天播放看到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啊？泳装的马路先生也是很多啊！我不知道这个从视线从 G 改到 A， 好像对他们来说也不会太难。我是不行啊，只好靠 Oguli 了。真的是一群疯子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台词，想说算了。
百趴，我的100%，结果，我家的欧格利意外的能跑，我是有点吓到了。一局对，没错，一局。我想算了，躺着跑了。反正法鲁孔跑不赢，因为东京真的是不适合跑马。东京不适合跑马。我看比较多的都是人家的 A 路啊，或者是欧古利啊，冲的会最后冲线会大概赢，大概不到一马身这样子。这次我是没抱什么希望去跑啦，结果哟，竟然跑到 A 组去了，那就再看吧。应该会从 A 组被踢下来，因为多赢一点点而已，真的靠看这个欧格利的干劲。然后技能发的时间也很那个重要，像那个努力开九支叫什么晨幻上手，是不是那一招如果太早发就没什么用。哎，为什么直接露两个啊？他直接是怎样感应问题哦？还是那个啊？直接漏两个哎、欸！我这次也没有哎、欸，我那只欧古利有燃烧力吗？还是没有？忘记我那只是什么了？因为我的发的口没有燃烧力。看一下我家的欧古里，我是很多那个啦，尾盘加速，
不能说尾盘，就是加速器，只要他发在尾盘就有机会赢。你看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这些歌单哦，在搞了，开始搞了。对啊，没有燃烧力啊，我这次没有燃烧力。阵风啦，我是觉得中距离以下阵风蛮重要的，因为中距离就是脉轮和短距离只有两个直线，所以可以跟他拼尾盘会发阵风。那一个会漏掉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按欸，我有按欸，正风借吧，我那个早上也是跟人家借帝王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我有点忘记，可能要看一下。是阵风还是直线加速？直线加速也可以啦。哦，我是直线加速，我还没到阵风，我是直线加速而已。所以直线加速小技的话，应该可以试试看。直线加速啊，末脚啊。第一手编，第二手也好想编哦。我就是不想打这一手。勾路都稀奇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之前不知道哪一次星座杯被跑怕了，现在看到稀奇，这有点恨意。
家伙已经开始打了，好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各位，回家了。这家伙已经开始打了，回家了，不打了。这个打完，这个打完，换崩山了。这家伙还没上去哦，他不是很强。加喽，打崩山喽，崩山打完，我看今天深渊战场没了，对不对？打完就可以去剪头发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没有反应呢？
那个数字八是不是？数字八，我刚刚按了好几下，至少两下吧，至少两下吧，没反应耶。哇，25哦，25哎，有没有这么重啊？好，换游戏，不管。啊，等我一下。